蛋体育馆里面呢，其实感觉更寒冷。嗯，场地很空旷。哦，卡特过了丹尼尔之后，直接上篮得分。时间还蛮多的，塔克，哦，一个假晃之后起身的三分球命中，居然没有人可以先找到人，对，裁判球就已经给了。贾康，哦，这个球直接空中作业给 Watchman， 防守专家阿瑶来面对塔克老师。我一直盯着他，对，这个掩护做得很好。哦，剩下六秒钟，交给俊翔的外线，第一次出手就进了，好球啊！而且再给 hand off， 塔克地板球送的不是太好的位置。Washburn 想要解救，哎呦，这身高的差距啊，哇，全能型的，而且投射距离很远。嗯 ，Mix， 用身体顶上去，差很多。老东家的比赛，顺便轻松一下。哦，对，因为没有随队去到菲律宾哦。好，三分外线 ，Mix 来一个，很累，但他能够进啊。瞬间回到一分差。Watchman 终于有了，哇，这场对，好，转换进攻给 Watchman， 罚球线后面是有把握的，他连得四分。巧的一个手劲，嗯，进去临阵，比克有对到他，逼他跳起来的出手临阵得分，我这球有难度哦。天明拿下了十分，所以现在钢铁人反超了，32-31。Washburn 罚球线的位置是非常有把握的，嗯，打破到区域，看这段的拉锯，底线临阵，哎，一上。林振今天两次打比克，哎，嗯，在罚球线出手没进，篮底下林振假动作，哎呀呀呀，最后被 Watchman 拖进。哇，林振难得找到入一支球队了。Watchman 再给加康，三分线外的李加康终于了。哇，这关键是来自于塔克啊。有，对，尤其第三节现在双方是各得两分呢。好，再到禁区，林振今天非常活跃的，啊，但协防又是来得很快啊。主要绿翔也坐蛮久，上半场其实上场时间也非常有限。哦，三分球 Jordan Mix， 有些时候处理球稍嫌粗糙了一些，不过他的个人能力是有的。好，塔克老师埋伏在底线的三分球 ，Nothing but net。这是球员在下半场的打法就没有那么强调禁区，反而是把空间感拉得很开啊。嗯，小白连续的建功，好，被抄到，哇，这个传球塔克老师早就已经识破了。李康源领先十二分，小白带开之后没有人守他，自己来。加康这个转身底线。空档的机会出现在林振的手上，球传进。等一下，啊，对，高雄球迷应该是希望他们写一些新好的历史。对啊，对，不是。哇！球带给小白，林振已经把他卡出一条路来了。哇，这个防守只是很成功哦。然后 Mix 打火锅的时机点，他也抓得非常的好。嗯。今天多次的协防，他的火锅都打得很干净。底线的小白三分球，分多钟，剩下三秒钟，过第一线之后交给陈玉瑞抛投，哇 ，What a tough shot！ 我觉得上半场暂停的时候 ，Coach 邱讲过一句话，你就直接用灌的了。哇，这个球，塔克老师都还有点太简单了。对，又抄到，哇，今天他的判断。难不成要大四喜吗？塔克老师再得分。对，刚这个失误也是一样。铁米比赛剩下八分钟，小白第二段加速，这个小球给的精彩。第一防备，姐为什么在上半场是完全没有看到他啊？甚至前三节都没有。Washburn 反手左勾两分，
这一波的所有时间都在领航员的手上，所以可以不用攻了。啊，这场比赛的领航员千呼万唤的李学林也终于在第四节来到场上了。啊，更重要的是塔克老师啊，这几场比赛的改变，尤其是今天延续上一次在高雄击败钢铁人的内容，他。